紧张啊，我们给他一分钟 check 一下是什么事，可以吗？ 小心了啊，因为刚刚出现了一点点，反掉了，不紧张啊，不是张国才智，我们给他一分钟 check 一下是什么事，可以吗？ 告诉大家，对不起，昨天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，我也没想到那么滑，我也知道我自己心里也怕，是吧？
我交换那和一时时刻，是说好一直闯出去，可能不能剩我一人回去，我也没想到那么滑，我也知道我自己心里也怕，我也怕滑，哎呀，所以今天特别的跟大家说抱歉，我不会说误会，我也是没想到会这样，希望大家谅解，可以吗？我希望通过你们的那些，希望所有人看到，有很多人不在现场。他们看到都很危险，然后就一直在说我，所以我是不小心，对不起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不会吼。其实反而现在他长大了，就8岁9岁之后，少了，不能吼，孩子不能吼，吼孩子会让孩子的前额叶皮质发育缓慢。那可能我会很聪明，就被爸爸妈妈吼到现在就那么笨。那边哎。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，说里边很多桥段是就是您曾经遇到过的。我没有跟他说过，除了结婚不告诉人。结婚不告诉人大家都知道。当时我们在拍这场戏的时候，黄哥说哎好像还不够，我可不可以讲那个说结婚的时候不告诉人，离婚也不告诉人。厉害，他说可以加这句啊。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，我们以为啊，就是我们上一代的那个艺人也没讲，结婚也没讲，都不讲，对啊，生小孩也没讲，对，都没有，我以为是可以的。吼孩子那个桥段，我看到抖音上放出来，你有一个细节，你吼完了那个小孩以后，戏演完了，你马上就安慰他，是吧？对，我也像电影的那个刘伟驰一样，我会吼，其实反而现在他长大了就。8岁9岁之后，少了，不能吼，孩子不能吼，我是这方面专家。哦，是吗？我应该怎样？来说一下，不吼孩子会让孩子的前额叶皮质发育缓慢，因为他会紧张。孩子最需要的是爱，温柔，跟他说话要温柔，然后要爱他。他的前额叶皮质发育的好，他将来学那些难的东西才能够学得会。所以很多从小有的被揍，有的被吼的孩子，长大了以后，这个地方发育的。慢，他学那些难的数学物理就会学不动。那可能我会很聪明，就被爸爸妈妈吼到现在就那么笨。本来是可以学物理的。